备料、调味、烹煮，每道菜都得细心准备，忙完还得赶紧配膳、装箱。校园厨工工作繁重，台北市包括大安、南港、明德国小等六个附设幼儿园，目前正在招募厨工，月薪35K。就业服务处欢迎喜欢小孩、有烹饪专长且具备证照者踊跃报名。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办理112年第9次就业甄选，共有49个机关参加，提供206个职缺，包括聘用社工督导、社工员、心理师等多样化职缺。薪水40K以上的多达97个，另外卫生局、社会局为了强化社会安全网，提供多达111个职缺，其中家防中心聘用社工督导起薪49K， 随着每年考核晋升，更有机会达到69K 的高薪。就业甄选数位化系统推出至今，简单易懂的报名页面，报考人在家就能使用电脑或手机完成报名，不仅节省报名成本及所用时间，就算遇到台风休假在家也能轻松完成报名。劳动局提醒，报名前可先浏览示范影片，以免影响相关报名权益。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。